此一天的工作像机器，照顾弃婴的疲惫，无边的家居需仔细地清理，每一餐匆匆要处理，到心笑才能停下喘一口气。咁其实系嚟自一次嘅，有一次同老婆去睇楼嘅经验嘅。咁喺度睇楼嘅时候咧，咁就好得意嘅嗰间屋，即系都几大啦。嗰间屋就即系睇啫，结果梗系冇买到啦。咁但系咧睇嘅过程咧就系话嗰间屋咁大啦，咁但系咧佢就有个好细好细嘅工人房嘅。咁对我嚟讲觉得几细啦，即系可以摆得只系可以摆得落一张床。同埋可能冇噶啦，其實可能跟住就係你夾硬點樣塞啲衫落去啊，台都唔會有位嘅，亦都冇窗嘅，即係成間房係即係四面牆咁樣啦。咁啊見到，咁但係咧，竟然聽到身邊啲人咧就話：哇，俾咁大間房佢哋益咗佢啦咁樣。咁啊，身邊周圍睇樓嗰啲人都係。咁其實嗰次嗰個印象就好深刻嘅，咁跟住就一路就印咗喺個腦度啦。咁啊，直至到2006年開始做阿 K 第二隻碟嘅時候，咁就啊，好想寫一首歌係關於呢啲外佣嘅，咁就即刻 record 翻呢一個經歷出嚟。咁就係我覺得，即係佢哋好鬼慘嘅，其實，但係竟然咁都俾人話係即係俾人厚待，有間房咁樣，咁我覺得咩意思咧？即係點解啲人對啲外佣或者嗰個喺即係住喺你屋企幫你手嘅人，點解咁樣對佢咧？咁樣？你住在一間咁嘅房仔嗰度，即係每一日就係做嘢，同埋住入呢間房仔度做嘢，匿入呢間房仔度，每一日都係咁過喎。跟住屋企人又喺遠方，你又掛住佢哋，又見唔到。咁你都變態啦，係嘛？即係你都會，即係你作為嗰個即係員工嗰個僱員，你喺一個咁嘅工作環境裏邊，俾我咧，我諗我會癲咗噶啦，其實。大概係6-7年前啦。咁就嗰陣時，因為我太太有 BB 咁樣，所以就我哋都係要翻工啊，工作都係比較忙碌辛苦啊，咁時間亦都長啊，咁所以能夠照顧啊，同埋再打理家庭細務咧，咁嗰、那個情況就會比較辛苦啲，咁所以就要並請外佣嚟到去照顧小朋友咯，咁嗰陣時係咁樣諗嘅。以他們的工作時間、工作範圍來說呢，其實是最低工資都不到的嘛，所以這個是挺不合理的情況來的。的而且確，其實好像舊時內地的職居港權的事情啊，即係嗰陣時都係有好多政黨啊，或者甚至乎政府啊，嚟到去即係誇大咗個數字啊，令到好多嘅中港婚姻或者即係兩地相隔嘅家庭唔能夠團聚啊咁樣，咁延綿咗即係10多年咁樣，咁造成咗相當沉重嘅社會負擔同埋問題。咁呢啲我覺得又點解大家唔去計一計呢？咁而家其實都係有點而係唱大咗成件事啦。其實而家嗰件事好少嘅啫嘛，就係有人打官司咁樣。咁其實就係件事就只不過係被有啲人係發大啦。咁我諗即係反對嘅人咧，用嗰個理據都係其實用一大堆即係誇大啊、即係失實啊嗰啲咁樣嘅講法嚟到即係煽動啲人啊。咁所以個政治動機係相當強嘅。而家咧就係即係有部分嘅人咧就會訴諸於恐懼，利用呢個恐懼或者操弄呢種嘅恐懼。咁呢個其實香港一路都有嘅嚇，即係透過啲移民事件啊，都即係無論係大陸來港新移民或者係外佣呢啲事件咧，都係有一種恐懼政治嘅色彩喺裏邊。咁再加上即係有政客嘅即係喺度即係煽動呢種咁嘅恐懼嘅情緒咧，咁我諗個反應係比較負面嘅而家。咁當然另外有一小部分嘅左翼嘅朋友咧，就會即係好前咁樣咧，就係同嗰啲反對嘅人咧，就有啲嘅對抗，同埋佢哋都表達咗嘅意見啦。咁佢哋嘅即係分析咧，就我相信係某一點上係正確嘅，因為佢指出咗咧，其實呢個與其話係族群問題啦，不如係講係一個階級嘅問題。
咁但係咧就即係因為階級呢個觀念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冇乜人係即係了解嘅。咁再加上就嗰個表達嘅即係手法啊，亦都好難同其他人嘅共鳴。咁所以其實幾一面倒嘅。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翰裁定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判词终止，即使外佣的雇佣合约对外佣有限制，亦都不足以令到他们丧失申请通常居港的资格。至于原诉人可不可以获得居港权，就需要自行向入境处申请核实是否符合资格。他又认为当局不应该提请人大释法。同样是外籍人士，外佣就住几长时间都不当他是通常居住。如果你是其他外籍人士在香港、做高级行政人员的，你住满七年就你又有资格去申请了。法官只是澄清他们是有资格去申请，不是将他排除了申请资格之外。我觉得这个澄清是好事。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讲原则的。OK， 那些人有没有一些基本权利，法律规定他有，他就应该有，你不能够用其他方法去剥夺。我觉得如果一个法治的社会连这些原则都不讲的话，怕因為引起民意的反彈，所以不講啲原則，我覺得係好悲哀。咁但係即係譬如我作為僱主，點樣睇外佣佢爭取呢個居留權咧？覺得每一個喺香港生活嘅人，不管你嚟自咩地方、咩國籍、咩族裔都好啦，佢爭取自己嘅權利，我覺得係完全係唔需要指責嘅，去通過辯論去慢慢去。去討論出一個結果出嚟，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個討論咧，唔係通過辯論，唔係一個理性嘅辯論嚟嘅。你應該唔應該？你俾啲道理出嚟，唔係，而係就係話你咩人啊？你用工啫，用工有咩權力喺香港永久居住啊？有咩權力可以享受呢啲福利，可以享受嗰啲福利？即係用呢種方法咧，係純粹一種我認為係尊卑上下歧視嘅方法。即係嗰種咁嘅好非理性嘅，睇唔起人，係對於一啲比佢低，即係佢認為係低下啲嘅階級或者種族，佢就係極盡歧視之能事。咁我就覺得，即係作為一個文明理性嘅社會，我覺得就係唔配有呢個名。即係你，即係我，譬如我做節目咁，都一路都有好多呢啲電話，譬如今日就特別多呢啲電話咧，因為個判決出嚟係咁嘅，一路個口就話我唔係歧視啊，我唔係歧視啊，不過我就覺得佢唔應該有咯，佢打工啫嘛，佢用工嚟啫嘛，佢菲律賓人嚟嘅啫嘛，佢印尼人啫嘛，點解會有呢咁嘅權力？即係我感覺我聽到係好硬耳，點解會好硬耳咧？調翻轉，如果一個華人嘅面孔嘅人去到人哋歐洲嘅國家或者去到美國，分分鐘會聽到同樣嘅説話。做人如果能够切身处地，我想个社会会和谐好多咯。